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到村子漏网的家伙了吗？少主有令，一个活口也不能留。闯荡江湖，没有一件称心的武器怎么行？有空就来店里转转，包君满意。你好，找到那家伙了吗？一群饭桶，药铺呢？那家伙受了重伤，一定会去药铺治伤。我正找你呢，受死！结束了。江湖上名声显赫的嵩山派，不会要做当街杀人这种歹事吧？这件事没完呢。